可能来个仰望顶。这手绳怎么慢慢就转圈儿上头了？这个高度，自个儿调整自个儿身高的高度的行不行？把这网把它溜开，网柱向上，拿起把，把网都往下打，你得多拿俩刀，往上拿个一来这两个刀就行了，往下削啊。这是个4米3的30斤的，把它弄起来，左手把它举起来，把这网柱这才冲下啊，看这我怎么练了不？这网先让一字拍开，不要跌打的在一起。后头呢，我要大，你就多拿俩刀，或拿一个刀，拿着也行。我要小，不拿也行，拿与不拿着看自个儿啊。把它放下来，往这儿划拉到虎口这边，这里这个一字拍开，不能跌打在一起。拿起来往上面拧一下，抖一下，往这儿捋了到外边。这一字拍开，哎。我耗子给他打了一下，下头是转身翻手腕，转身翻手腕，发力。就这样了，天哪啊！主要是捡好了网，重点是把网捡好了啊！好嘞。